好，接下来我们看十七句哦。刚刚我们说到呢，它的 for instance，for instance 我们可以换成我们所知道的 for example，就举例来说。举例来说呢，除了像是 size and shape and color，尺寸跟形状跟颜色能够改变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尺寸、颜色跟形状，我们可以把香蕉的颜色变成 blue color 的，就是蓝色颜色的。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香蕉，它的蓝色它用 blue color 的，它是有加 ed 哦。为什么？因为颜色是被赋予上去的。香蕉的黄色呢，被改成了蓝色，是被动语态。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color 的是用被动的 PP 来当做形容词。所以呢，blue color 的这个以变成为蓝色的这个 bananas，好，这个 blue color banana，蓝色形状、蓝色颜色的香蕉，and strawberry，甚至呢，草莓呢，它的形状呢，which are shape，它的形状会被塑造。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是用 be 动词 are 加上 shape 的，加上 ed，我们可以把它写上中文，叫做被塑造。be 动词加上 pp are shaped，我们就可以把它说被塑造成。好，所以呢，which are shaped like 被塑造成像什么呢？诶，这个 like 是副词哦，这个 like 不是喜欢，这边的 like 呢是介系词，叫做像。好，老师刚刚讲错了，是副词，不是，是介系词才对，把它写上去哦。那介系词后面会加名词 carrot，就是红萝卜。所以蓝色颜色的 banana 香蕉，或者甚至在市面上，你就突然看到，诶，草莓 which are shaped like a carrot，它的形状被塑造成像红萝卜一样的草莓。它们呢 have been produced，早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了，被谁？By scientists，被很多科学家，而且这个科学家呢，who play，这个 who play 呢，我们可以把冠带 who 省略掉，然后这个 play 呢是主动，所以就变成 ing 变成 playing with，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你课本上用 playing with，其实它其实还原回去是冠带 who 加上动词 play。所以呢，被这些呢，who play plant gene，被这些本身在 play，这从事而不是玩耍。这个 play with 翻成从事，对于那些呢在从事 plant 植物 gene 基因植物基因工程的这些科学家，早就已经被他们 being produced 被他们制造出来。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主词呢是复数哦。Blue color banana 是我们的主词一，strawberry which are shaped like a carrot 是我们的主词二。你看主词是两个绿色的，是复数，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助动词或者它的动词也会是复数。Have been produced 已经被制造出来，被谁？被这些常年 playing with 从事 plant gene 植物基因的科学家种出来。However，然而呢？However，哎，However 这个字很常考，对，它是个起承转合的转。However，if you think，但是如果各位你只认为 this all sounds too crazy，如果你觉得这些刚刚所看到的课文文章都是呢 some 听起来很 crazy，听起来非常的疯狂，you might be relieved too，你也许就会被哈，you might be relieved too，你就感觉到很舒缓，be relieved too 感到舒缓。好，去做什么事，你就会感到呢。You might be relieved to hear that，你就会感到很舒缓的去听到。原来啊，not all the result，并不是所有的结果。From this experiment，来自这些实验的结果，are this extreme，是这么的极端。其实有一些呢，虽然它是透过科学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但它并不是那么的极端。其实有些是很缓和的，透过了实验，透过了科学，让它变得更好。所以它这边有告诉你，它有点反驳哦，其实没有那么的糟糕。However, if you think that sounds too crazy，有些人可能看到它，天哪，草莓做成红萝卜的样子，然后香蕉变成蓝色的啊，this sounds too crazy，是太疯狂了吧？那你就会觉得很缓和，you might be relieved。你会感到很释放，能够 to hear that 听到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结果，not all the result from this experiment 来自这些实验的所有结果，are this extreme 是这么的极端的，有些是很好的。Scientists are also developing through 有些科学家呢也培养出培养，我们可以用培养就 developing。然后，所以有些科学家呢，他们会透过这些科学方法，developing fruits with more practical feature。他们会透过呢，培养水果，有着更多的 practical。什么是 practical？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叫做实用的
practical 务实的，叫做实用务实，叫 practical。他们去用科学方法创造出一些水果 ，developing fruit with more practical feature， 让这些水果更有实用的特。